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情时间到》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本周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人民海军的高光时刻。本周二在青岛举行了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万众瞩目的国产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加入到了海军受阅编队当中，可以说这是献给海军70周年华诞最好的礼物了。作为人民海军首款排水量超过万吨的导弹驱逐舰，055型从龙骨铺设开始就一直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在首舰下水之后呢，更是有媒体把它形容为亚洲最强战舰。今天我们就把这一型最新一代的导弹驱逐舰和我国国产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放在一起来做一个对比，从中您就能够感受到人民海军这几十年来巨大的发展进步。我身后的这两艘舰艇呢，是我国第一代国产导弹驱逐舰中最晚入列的湛江舰和珠海舰。湛江舰是1989年入列的，至今服役已经整整30年，是人民海军序列中的老兵。好，我们现在再请出驱逐舰家族中的新兵，055型导弹驱逐舰。我们看到当他们并排而立的时候啊，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个头，055型整个大了一圈，湛江舰的满载排水量呢是3600吨，而055型啊是超过了10000吨，是湛江舰的3倍左右。目前呢，关于055型导弹驱逐舰没有更多的信息公开，但是我们单从它的外观上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先进，甚至是一些科幻感。我们再来看，在湛江舰上分布着不同种类的雷达、天线，还有探测设备。而055型导弹驱逐舰上啊，探测设备其实更多，但是它的舰体看上去却十分的简洁，这是因为它采用了集成桅杆的设计，这样呢，使得各种奇形怪状的天线啊，整合到了一起，从而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舰船的雷达隐身性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武器系统。在湛江舰上呢，它的主要武器呢是有100毫米主炮、37毫米副炮、反潜鱼雷、反舰导弹和近程防空导弹。而在055型导弹驱逐舰上啊，一眼看过去，首先就能够看到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在前面是有64个，后面是48个，一共是112个单元。军事专家告诉我们说，这些垂直发射系统啊，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发射反舰导弹、防空导弹，而且呢，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可以说啊，他们是在祖国的海洋上支撑起了一道反导屏障。另外，在055型导弹驱逐舰的舰尾，我们还能看到两个直升机库，一个直升机起降平台，这意味着它可以搭载两架直升机。执行任务的种类更加灵活多样。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对比啊，相信能让您感受到人民海军的装备发展在不断加速，装备的质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呢，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驱逐舰的更新换代上，在航母编队的发展上也是有所体现的。2013年底，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入列刚满一年的辽宁舰，在导弹驱逐舰沈阳舰、石家庄舰和导弹护卫舰烟台舰、潍坊舰的伴随下，在南海海域进行了为期37天的科研试验和训练。2016年底，辽宁舰航母编队首次开展了综合性的实兵实弹演习。歼-15舰载机挂载新型空对舰导弹从辽宁舰起飞，在海上编队指挥所的指挥下发射导弹，成功摧毁目标。辽宁舰武器部门利用新型防空导弹和近程反导舰炮系统筑起防御屏障，成功击落无人靶机。到2017年1月初，辽宁舰队又完成了首次跨多个海区的舰载战斗机战术训练，首次按航母编程的全要素、全流程整体训练，以及首次构建航母编队远海作战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2018年4月12日，辽宁舰编队正式以航母作战打击群的姿态参加了南海阅兵，并在阅兵结束之后直接驶往训练场。辽宁舰编队连续跨越多个海区，分别在西太平洋、南海、东海等海域展开了实战化训练，检验了航母编队的远海综合攻防能力。
现在中国航母编队发展正按计划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辽宁舰作为从无到有的第一步，为未来我国航母编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缩短未来我国航母编队的训练周期，加快实现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俗话说，30年陆军，50年空军，100年海军，人民海军的发展可谓筚路蓝缕，中国人的航母梦更是历经百年。这张照片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是1980年5月，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海军上将刘华清参观美国航母小鹰号和突击号时拍摄的。当时64岁的刘华清将军踮起脚尖，就是努力想再靠近一点，看得再仔细一点。回国以后他说，如果中国不建航母，我死不瞑目。经过一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2012年9月25号，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人民海军。从此以后，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辽宁舰多次组织跨海区训练，逐步形成了战斗力。而在辽宁舰入列仅仅4年之后，2017年4月26号，由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航母正式下水了。当然，航母从来不会单独作战，要发展航母呢，首先就要形成航母战斗群，而航母战斗群的配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任务的需求来灵活地进行搭配。我们首先看到，在整个战斗群中最核心的位置当然是航空母舰，其他的舰艇呢都是或远或近地围绕在它的周围。我们再来看，在最前方的这两艘是被称为航母带刀护卫的导弹驱逐舰，他们主要承担着防空、反潜以及中远程的打击任务。后面这两艘个头稍微小一点的是护卫舰，他们承担着巡逻、警戒和反潜的任务。你看，反潜的任务很重要，因为潜艇偷袭是航空母舰面临的重大威胁之一，所以一般在整个航母战斗群的最外围还会有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水下站岗放哨。当然，在整个航母战斗群中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它就是大型综合补给舰。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型综合补给舰就可以为整个航母战斗群来提供弹药、油料和其他物资的补给。随着人民海军装备的快速发展，新型舰艇啊加入到海军的战斗序列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在不久的未来能够看到万吨大型导弹驱逐舰担任新的带刀护卫，901型远洋综合补给舰担任超级奶妈，伴随着我们的国产航母一起走向深蓝。众所周知，航母的战斗力主要体现在舰载机上，近几年以来啊，歼十五舰载机的每一次突破都牵动着国人的心。2012年11月23日，辽宁舰首次迎来了歼十五战机，飞行员戴明蒙驾驶国产歼十五舰载机成功降落在辽宁舰上，一举突破了滑跃起飞、阻拦着舰等飞行关键技术。这一刻，距离辽宁舰交接入列只有2个月。2015年12月下旬，新一批歼十五舰载机飞行员完成了触舰复飞训练，并通过了航母资质认证。在随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歼十五舰载机多次随辽宁舰航母编队参加跨海区训练，在去年4月圆满完成了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兵对抗训练。几个月之后，海军舰载战斗机某部成功突破了舰载战斗机夜间起降技术，这标志着歼十五舰载机已经具备了昼夜起降和综合攻防能力。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掌握航母舰载机的各项关键技术。仅仅在7年前，我国的航母舰载机部队还处于刚起步状态，没飞机、没教材、没经验，甚至还没有前人成功的案例。2013年5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首支舰载战斗机部队在渤海湾畔正式组建。越来越多的飞行精英来到这里进行各项严格的训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一穷二白，说白了就是一穷二白，摸着石头过河的一种状态下，我们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大量的摸索，然后才总结出
飞行的方法呀，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戴星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机飞行员，如今他的身份是一名着舰指挥官。着舰指挥官也叫 LSO， 是经过特殊训练向舰载机飞行员发出操纵指令并引导飞机在航母上安全着舰的指挥员，一般由飞行技术过硬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担任。计时起飞，陆基训练场上，这条黄色的线代表的就是航母甲板跑道的边缘。很快，舰载机飞行员孙明杰驾驶的歼-15就要在这里着陆。可能我现在说再多，你可能也体会不到，只有我们飞行员可能才能体会到。供我们着舰那个区域太小太小，特别危险。海上着舰是整个起降过程中难度最高的阶段。舰载机从进入航线到对准中线，一般情况下是12秒的时间。这段时间被称为恐怖的12秒，这是因为航母上的跑道长度不及陆基机场跑道的1/10，而且受到海浪的影响，一直处于晃动状态。战机必须精准落在甲板上的4根阻拦索之间，有效着舰区域仅有36米。超过这个区域，就有可能撞到航母甲板，或者坠入海中。在着舰的时候，油门如果是稍微大一点点，我们肯定挂不上锁；油门小了，你飞机靠后一点，很容易就是掉舰尾那种，特别危险。可能我们飞行员在空中飞的时候，包括我们判断方向对中的时候，多多少少它是会有偏差的，感觉自己我是在中线上，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在中线上去的。我现在唯一依靠的就是戴主任。跑道边的这个工作站是着舰指挥官戴星工作的地方。拉的载荷不能太大，载荷大了容易去不到线上。其实你动作利索一点，一层完了以后压到坡，就坡度不要那么快，就看看到了那个稍微带一点的就行，不能拉太多。尽管在训练场没有安装阻拦索，但戴星要求飞行员在他的指挥下必须准确降落在阻拦索的位置。现在好，保持住，不要走，动作不要出。我虽然是说感觉是我感觉是在中间了，艾勒说他指挥我是偏左边的。明白。原来这是由于孙明杰着陆时的角度出现了偏差，而在孙明杰发现之前，戴星就向他发出了指令，保持住。明白。在戴星的指挥下，孙明杰顺利着陆。正是因为有像戴星这样的第一代舰载机飞行员的不断摸索，我国航母舰载机事业才能在短短几年内飞速发展，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在我国海军的战斗序列当中，还有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深藏于大洋之下，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他们就是我国的潜艇部队。我现在在位于青岛的海军博物馆，在我身后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它是于1970年12月正式下水的。自此，我国就成为了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在首型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并装备了多型核潜艇。那么，长征一号是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第二代攻击性核潜艇的首艇是2006年正式入列的。在核潜艇家族中啊，除了攻击性核潜艇，还有能够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我国的第一代自行设计制造的战略核潜艇是1988年成功进行了首次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的试验，也间接向世人公开了它的存在。而第二代战略核潜艇是在2018年的南海阅兵中才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核潜艇被称为国之重器，因为它具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但是它的技术难度大，建造费用高，因此数量也很有限。潜艇部队还是需要大量的常规动力潜艇，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技术也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而这就离不开那些随着潜艇深藏海底默默奉献的潜艇兵。这是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型号潜艇内进行的一场训练。在我们潜艇上面，有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打个比方，发生一些损坏的时候啊，尽管有灯光，但是视距呢，它会非常差，对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达到一定的盲操的技能。我们现在把灯关上，好不好？升管几百分上去，升管几百分上去。有，右舷回头完毕。有，左舷回头完毕。有。好，刚才西卓已经弄完了，你师兄已经弄完了啊。他用了30秒钟左右，再现在看你的啊，一定要超过你师兄，最好是啊。加油！我基本上我去攻的时候。技师肖海生入伍已经23年，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他有一套自己的严格标准。潜艇内部空间狭小，各种管道密布，像这样在没有灯光的条件下操作，对谁来说都是个大难题。左舷回舱关闭，对吧？右舷呼吸管关闭，行。撞到了，听见没有？很容易碰到头受伤，大概的位置知道，但是猛的一去找的话，会就是第一是心里发慌，第二是找不到。跟你师兄慢了大概10秒钟左右的时候，你看你一共花了41秒钟左右的时间。对吧？挺慢的。这个感觉到和有灯光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很大的区别？是不是？找不到那些阀门在哪？证明你这个熟悉度还不够，对不对？你看看我平时我也跟你们是一样练的，看我掌握的什么样，好吧？我们看一下，好吧？下步我来操一遍，你们看看，好吧？来，小徐，你来，你来下口令。所有管机关关闭上水。所有管机关上水。呼吸管关闭。有。呼吸管关闭。放到完毕。哇，计时10秒钟啊，好快啊！这样严苛的训练，并不是肖海生故意刁难徒弟。因为这个不常，虽然是一种不常用的训练哦，但是有时候能用得着。在前些年啊，说实在话，在我的军训生涯当中，我曾经就遇到一个真实的隐形的事情。当时就听到这个舱室里面有一股很强烈的这个气流冲击声，啊，我心里面一下子感觉到，第一反应给我的感觉就是燃料漏泄到舱室里面来了。炸到你们了！潜艇燃料泄漏，遇到静电火星会加剧燃烧，甚至引发爆炸，险情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排除。当时我一打开那个舱门盖啊，就看到里面就是那个视距非常差。基本上就是，好像下来一种浓雾一样，这个对面都看不到东西。为了不让燃料进一步向外扩散，紧急关头，肖海生独自冲进了危险区，并且反手从里面关死了舱门。现场伸手不见五指，肖海生只能在近似盲操的情况下，循着泄漏的声音，在数十个阀门中寻找。由于肖海生对自己负责的装备足够熟悉，即便在黑暗中，他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各个阀门。短短20秒，肖海生就在几十个阀门中发现了泄漏燃料的那一个，成功处置了险情。我对那个系统很熟悉，就是说我分就迅速在头脑里面分析了一下，哦，这个地方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阀门关了两圈以后，我就感觉到明显的气流声啊，明显减弱，那我心里面就知道了，我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入伍23年，肖海生从一名高中学历的普通潜艇兵，成为了掌握常规潜艇 AIP 技术的技师。
他还编写了十几万字的潜艇相关教材，被海军潜艇学院等三所军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他用不畏困难的拼劲儿，迎难而上的钻研劲儿，书写了一名中国潜艇兵的大国工匠精神。海军是世界性的军种，现在的人民海军已经从蔚蓝走向了深蓝，并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着我国热爱和平、友好开放和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按照海军的文化传统啊，环球航行被视为是一国海军长大成人的标志。那么代表我国海军完成成人礼的就是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我身后的这艘综合补给舰洪泽湖舰。2002年5月15号，他们从青岛出发，历时四个月，先后对10个国家和港口进行了友好访问，总航程3万多海里，完成了人民海军的首次环球航行壮举。在之后的17年里，人民海军在大洋上又留下了更多航迹，比如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我身旁的和平方舟医院船从2008年入列到现在，先后7次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救助和灾难应急救援等任务。它的航迹遍及亚非、拉美等40多个国家，为20多万人次的外国民众提供了医疗服务。此外，从2008年开始，我国就派出军舰参加国际社会在亚丁湾的护航行动，至今已经累计派出了32批护航编队，履行了大国责任，也维护了我国自身的海外利益。2015年3月，也门发生战乱，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接令紧急赶赴交战区域，冒着炮火将621名中国同胞和15个国家的276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也门。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我们只有以强大海军为坚强后盾，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我们期待您的留言和提问。我们下周六同一时间的军情时间到，再见。